相信曲总和您这么优秀的伙伴一定能做到，对吧？不然我看就没有必要继续合作。好，就三天。那就祝你们成功吧。打扰了，安总。曲总果然来了。您的行事风格真是一直没变啊，台面上不好看，想台下再聊些什么呢？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安总误会了，其实我让你做了。三天之内，我们会给您一个最佳方案的。听说安总最近要结婚了，我是来道喜的。曲总坐吧。曲总真是消息灵通啊。您是准备给我包一份大礼吗？大礼那是肯定的了。其实您的未婚夫唐小天是我最好的兄弟。是吗？究竟是多好的兄弟啊，我们小天都没跟我提过呢。那再好的兄弟之间闹点误会也是在所难免的吧。听说曲总最爱喝烈酒，这瓶酒有80度，您细品品。其实呢，我对你们的设计方案没有意见。您只是单纯的不喜欢我们的设计总监，对吧？那我就直说了，如果你们能把他换掉，那合作的事儿都好说。谢谢您的好意，安总。不过设计总监我是不会换的。区区一个设计师而已，没必要因为他影响我们这么重要的合作吧。他是我妻子。我们4年前就结婚了。你跟小天误会是因为这个？安总，我可以向您保证，他俩的事情已经翻篇了。您真的完全不需要再担心这件事情。那曲总的面子我还是要给的，但是我好心提醒你一句，你老婆身边好像不止你一个人啊。谢谢。这酒是不合曲总的胃口吗？你怎么来了？督促我学习啊？小夏同学认真学习第一天，当然要好好犒劳犒劳了。走。来，两位看我。吃啊。两位真的很有情侣相。你请我吃大餐，就这么敷衍？想吃大餐？那你可得好好表现，这叫循序渐进。18周年店庆，情侣亲密合照打80%。参与一下喽，老板，咱们都这么熟，直接打折吧。参与一下吗？哎，好，看我这儿，3、2、1。
我来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我最近吃太清淡了，我得吃点这个重口味的。我吃饱了，我上班去了，来不及我要。等一下。啊。我要去趟书店，你要不带我一段？啊。路上小心啊。嗯，走了。徐总有何指教？指教谈不上，三天之内想出了版新的方案，犒劳你吃个饭不过分吧？犒劳就不必了，这是我分内的事儿。我们聊聊夏木吧。曲总，您忘了我不喝酒。4年前，你愿意为了他嫁给我。4年之后的今天，你又愿意为了他跟我在这吃饭。我其实挺好奇，你究竟愿意为了他做到哪一步呢？是悲是喜，由我们定义。爱人总被迫分离，多么戏剧性，用尽全力奔向你，和完美的结局。如果能再遇见你，重新书写这剧情，不信所谓命中注定。如果能再拥抱你，不在乎苦涩的曾经，让所有的分离、冷漠和猜忌都倒退回相遇。当人海逐渐散去，还是你陪我看生和月起。如果我们重来，结局能否被更改？